屌你有电话到喎，喺呢个时间，我哋听下呢个电话系打嚟嘅，系咪先？好啦，喂，阿乐边位啊？一唔系喺屋企啊，但系我三四日早到。吓，又问我有冇人喺屋企啊？个电话呢个电话唔啱嘅，应该有人喺屋企噶，不过即系喺屋企咪？一下我问，我系唔系都只能够嗱，对唔住，我甚至乎已经系响响我好多朋友，但系啲朋友自己又可能唔系听足个节目。嗯，咁你个BNO 最差的環境是怎樣呢？是會寄回英國 OK， 然後他會通知我，那沒辦法啦，因為林康正竟然是入了，應該入你們的電話而入了我的電話。老師 Jason、okay? 老師 Jason， 老師沒有 Jason 都是、老師沒有，老師請拍這件事，因為那天 Jason 問你，你說 入你的電話嘛？不是，我是入我的電郵其實從來用 make sense 一點，就是電郵呢，就是為什麼呢？入我的電郵就是因為他會用BNO 嗰邊用電郵同我聯絡，關於嗰啲嘢爭乜就爭啦，我識得做啊嘛。但係電話就唯一一樣嘢啫嘛，就係通知啫嘛。OK， 咁 anyway 啦。